对于已经讨厌英文、放弃英文的学生，那当然是回头嘛，对不对？让他什么？不是让他喜欢英文，不是让他喜欢英文哦，是让他重新理解英文这件事。他是不理解，他才讨厌的。 所有的讨厌都是因为误解，因为英文没有打你嘛，你们你们理解对不对？他不是一个人啊，英文又没有欺负你，你觉得被英文欺负是因为你不理解他的顺序，然后你落后了，你落后了这件事情，所以你觉得自己很丢脸，丢脸就讨厌。他说更小 denseki 嘛，踢菲律嘛，你是自己觉得落后英文了，所以讨厌英文。 讨厌到后来落后太多，干脆好像棒球比赛十八比零的时候，干脆放弃嘛。所以我们要回到源头啊，他是不理解英文的顺序。 如果他理解英文的顺序，他就从简单的慢慢到难的，他就不会讨厌跟放弃啊。有一个蛋叔嘛，他虽然知道简单到难要这样走，可是他就是对他没兴趣，他不喜欢啊。那没事啊，没兴趣就不要学了嘛。可是我猜了，英文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语言嘛。我猜他只要知道那个顺序，他他是会喜欢的，好不好？ 再一个题外话，他拿那个顺序可以去学日文、法文、韩文吗？再讲一个题外话，他拿我的双母语的逻辑顺序可以学这个世间上的任何学问吗？因为它是一样的概念，好不好？好，因为我都会先分门别类嘛，然后分出轻重缓急嘛，就是我有静态的架构，有动态的次第嘛，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其实是可以学地球上的任何学科了，哈。